我这车说了，说路路上路了，我也是要路了，加路呢，到大了，还得，我也是要路了，加路呢，到大了，还得。那这些还牛可以，说要都能让，都能说。 我都找也找到那车站，他都拿车，他在办呢。他背着背把三轮拉了。原来真的背着了。真的，加班。怎么回事吧？都跟三轮。三轮上一起坐。你告诉他，最起码责任他一人一半，知道吗？我不找他的责任。 你让他修车去，你看多少钱？你让他修车去，看多少钱？空的宽呢？这带一个这个带啊！你看，走，我先看见，哎，他也不去，你们这个人来。 泰国，泰国，快去！哦，啥子泰国？快去，都那都有来的哟。你他妈怎么办？找我，带我路的哟。白衣送包。你在这儿，他们开车。 这还够的啊，跟到了，车车呢，没电够的。然后呢，都啥油来呢？油来都油好了呢。没送。车开修给他修，开修就修呗。啊，我他的妈！我怎么开到了？你搞的，哪个修车去？多少钱？你放在这里，这个怎么修啊？你要拿过去修啊，到过去修啊，到过去先检查一下哪里坏了，赶紧修。 在这里没用啊，你就让他修多少钱，你告诉我就可以了。你把车给我过去，你让他修去。 这都到了彩路了，彩路，车是车，两个的呢。
行行行了，行走干嘞，行走少啊，都已经小几刀了。